结婚生子好麻烦，好友去当妈，范范略失落。没结婚的愁嫁人，结了婚的愁造人。近日吴佩慈、梁静茹、大 S 纷纷传出怀孕的好消息，而他们的好姐妹一直努力造人的范玮琪肚皮却依旧没有动静。不知道是不是怕大家都有了只有我没有的情况让范范感到失落，当天一听到怀孕两个字，工作人员就立即打断记者。之前好像看你的那个微博也转发梁静茹的这个消息，他好像最近是有喜吧，然后身边的这个拜托提问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问题，跟我们节目相关的。冷饭天综合报道。